范姑娘，老板娘，陶大人，来挑喜糖啊，二位。嗯，老板娘，你快给我们推荐推荐。我家大人有钱。是是是，两位在这里看看，今天随便挑，只要跟我家买，全给二位算五折。嗯。阿凡姑娘，尝尝这块。这樱桃蜜饯呀，全碧云县不说只有我家有，但肯定只有我家这款蜜饯呀，一点都不带酸味的。陶大人，你也尝尝。啊，给我吧。我家大人他不喜欢吃甜的，我替他吃好了。别的甜的不吃，自己的喜糖还是要尝尝的。哎呀，恩爱有加，甜如蜜饯呐。我们一直都这么恩爱的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你的眼睛可真尖，这叫仙女丝，做着可麻烦了，得用蔗糖啊慢慢的熬，熬到筷子都搅不动了，趁热倒进瓦钵里，这瓦钵呢还不能是上下一样粗的，得是上面粗下面窄，这样才能做出这么好看的仙女丝。